Halloween 不给糖就捣蛋。为了迎接万圣节，新生幼儿园10月23号到27号展示师长及学生共同制作的主题人物航海王鲁夫、乔巴与咸蛋超人，与具有环保概念的恐怖箱、蛋壳怪、吸血鬼与骷髅头、小小兵海盗、环保蜘蛛、巫婆猫等作品。我的作品是恐怖箱，它特别的地方是有一颗鬼头住在树洞里，它的头上会有树枝、蝙蝠还有蜘蛛网，它擦红色的指甲油，很像要抓小朋友一样。它的嘴巴也有血，很像要吸小朋友的血一样。我来了啊！10月28号上午9点，新入的学生将以创意彩妆造型彩街，以感恩的方式送你糖不捣蛋，上街发糖果。29号上午还有鬼屋体验，欣赏师长及学生共同制作的万圣节作品。黄倩采访摄影。